民众党的瓜问题邀请郭台铭、侯友宜三个人伫下晡两点约伫军业饭店来见面哦。这三个人要坐落来瞧，也唔过哦，侯友宜是无答应。侯友宜哦，人是伫马英九的办公室在等，也唔过哦，瓜问题个郭台铭人拢到饭店咯。侯友宜方面冇派代表去饭店，现场的状况，咱连线予台记台记者披军加玉水。是蔡官就不用最近来关心国民党甲民众党的总统大选哪边合感真正有新的进度。根据了解，国民党的侯友宜在今日早时的时阵是邀请民众党的国民党最近到马英九办公室来讨论这个哪边合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方面是颠倒到无当时的总统参选人郭台铭引导点伫咧将近两点钟伫咧中道的时阵，才提出郭台铭引导。罗伯是发出新闻稿表示，已经正式邀请郭台铭来慎重讨论这个在野整合的问题。那啦，记者即摆人伫咧台北市的群外酒店门口，现在是已经会使看到有坐媒体店伫咧现场伫咧等待。因为伫咧差不多的时阵，民众党电影是发出新闻稿，邀请郭台铭甲侯友宜做阵到遮来讨论这个在野整合的问题，而且召开记者会。伫咧差不多的时阵，两点外的时阵，郭台铭是已经到现场咯，也毋过国民党的方面是无正式答应讲会到群外酒店，敢若讲讨论在野整合可能伫咧马英九。办公室会较适合。要拿根据了解，这个记者会伫咧下晡四点四十以后才会举办，因为是临时就的场地，可能要等到头前的活动结束了后，媒体才通入去。以上是公司台记者伫咧现场的连续报道。